如迄糖公公呢，也个根本嘅用水分来摆清用嘅，使得球多好营养。也种摆清用嘅用嘅水分，其实如系有过久历史嘅新作香粉。恁摆西门人嘅行家以前如会拌面，拌面时节用嘅也系一种香粉，平常是保养化妆，韩国系如嘅意思也个香粉哦。继续如来看一个罗牌嘅嘅新作香粉。今年初七，清明节是祭五老牛郎营业一百上岁嘅日子。庆祝祝年时拜祭五，西门准备了花、姜、素、保养品，还有了一盒一盒的香粉来敬拜亲娘妈。给亲娘妈她化妆，然后去会那个牛郎。哎，动动小钱啊，哈，记得哈，忙结婚哈，还忙忙谁来朋友会介绍动动小钱哈，给买个香水来泼。好，来基本先买个香水来拜拜，拜个准伊讲，是咯，请用嘛 Q 讲哈，本去准伊好姻缘，安用 Q 姻缘，安用缘。拜个请用嘛个香粉，谈讲保养个更好，还能好。大家见请用嘛，听出爱准备个香粉，其实系庆祝天气，动用历史个天然保养品。早期客家妇女摸布尿酸，摸做纤细，不过听出有一罐两种老派个庆祝香粉，四五十年嘞。记得拍粉一碗哈，从阿婆以前阿婆推广是专门卖那粉，特白摸，特白化妆品摸按到的时候一碗哈，都当这个当捧粉啦。像爱外婆啊，家婆一碗哈，几罕有用嘞，种哎。讲到传统的美容，天朝也会有俩。做美容业算是人年嘅常年手，将阿婆改编好来的半面嘅传统手艺，用最老年线，用起手指那年线一种一合，同中东家半体硬下面红嘅薄膜，半面嘅时间填充为膏嘅就系新竹香粉。人家粉膏落去话哈，几个粉话用嘅呢，嘅合薄膜一话，薄膜话用这么起起来，啊你再先去玩啦，就当好棒。涂嘅粉那些新。心理上刚开始有点么惊，想讲按放面按痛，啊，结果放一些是唔会痛啊。都讲恁家香粉、糯米粉、捧干系庆祝三宝，那次彩提传统老店有八十多年的历史。在民国十二年的时候，我们的阿公开始做粉，那时候的粉哈，就是阿妈的宝贝啦。我就少年，我伫这边大着店甲恁卖。就少年就一点啊，少年就改变了，真的。啊，少年。啊，你就来啦。啊，煞活起来，感觉安怎？哈，活起来感觉安怎？啊，我做你无看，面无安怎？啊，我一世人干了，我第一步我白行。嗯，这个香味就是很顺，不会说刺鼻啊，或是有香料的，就是很科学香料的感觉。不论是八十五岁的老阿婆，还是二十六岁的后生小子，就算身体保养品有动到做得妥，还是转到阿婆身体最简单的智慧。从古到今，什么上的变将的道理不是变过，亲娘妈也好，不是朋友也好，都希望在清明节了则浪漫的日子，因为各类庆祝香氛从每日出发。客家新闻。